开始还希望说他能够跑掉，就后来越来越残酷，我就觉得算了，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听到角落讲，我都已经吓到不行了。对啊。去那个走下。嗯。二三，一个三，那、啊、你这样在下面拍。对。干冷还好，但是它不应该放到人家笼舍里面。它没有放笼舍，它自己跳进去的。对啊，所以就不晓得它在那个后山那边放。对啊，就不晓得什么管道来啊，弄进去的吃的。嗯。养来，最早以前都用养来吃的，后来当宠物，然后养不下去了。我都想送养，可是我都一。对啊，欸、你知道现在想，你现在看兽医很贵耶、欸。昨天是我外甥啊，那个狗哦，不知道什么说什么什么毛病忘记了，那个病我不知道，反正就说他要输血、哦，送去第一天结账就40000多块，他是心存侥幸，看看有没有人检举。嗯，那个标题很那个，一定会有人看。看到了，那个样子像是看到了。我看不到。嗯。有红萝卜噻。嗯。好。Mm-hmm.